先生成一个水滴。然后摇上去。就是先开软件吧。嗯。等一下来上网。先开软件。先开软件。先开软件。先开摄像头。找到那个摄像头打开。调焦距。调焦距就调。前后。调前后。这个调前后。这个上下，右边那个调前后，然后，差不多就对。然后，十张照片，可以测。嗯。等一下测一下，哎，没有了。后面那个。你是说？你没有移清楚吗？你这个黑的，你怎么那个吗？你是黑的，你这里要移过来，要移走。不是移走啊，怎么移？哦，你已经走到边缘了吗？不够清晰，要么就是，再看一下，高低，一个中心线。啊，差不多了吧，然后不是要移到拍摄，这往上，这里面的往上走，啊，往下，好，多一点 ，OK， 拍照结束，然后扯，扯不到。100多，差不多。重新调。重新找一个。这个是调清晰度。调焦距不是调清晰度。焦距，这个调焦距。调焦距，然后这个是。调上下，然后是调远近，然后走到这边来，也测不到，测不到，这个水柱都不对嘛。这个小调调，是不是？